天咱们又吃了几只买的这个红魔虾，哎呦，都不会吃。哦，听说现在这个时候红魔虾是最好吃的。嗯，还是那个味儿。都有沙子，相信你。再来一个，蘸上这个小蘸料。这些好肥呀、啊！嗯，哎呦哇，这个虾线没扯出来呀！不比了啊，儿子，你看妈吃红魔虾得不得啊？包肥呀、啊！嗯，上次拍那红魔虾都没有声音，都给我可惜坏了。把这个小调料弄上来。我这段时间我超级的爱吃红魔虾。听说这时候的红魔虾它是最肥的时候，哎呀，这脑花，蘸上小调料，哎呀，这鲜了。这个笑的都挺大，哎呦，这是啥呀？这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它的籽儿。这个超大，这个超大，我的妈！这个东西就是越吃越上瘾。这天，这个海鸥虾我现在吃的是越来越熟练了。哎呀，刚说完熟练，来个大扇贝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忘了，大鲤鱼。Ugh.
都没翻车。第一个，咱们必须开门红，那虾线给它挑出来。能、no。第一个算是比较成，你说我都磨上了，就看第二个能不能成功。哎，哎，虾亮。这不姐妹们啊，姐妹们，我这好起来了，熟能生巧。